我和柳如烟从小形影不离，我们的家长经常说我俩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最是相配。我也那样觉得。高三那年，他却爱上了我们班的转校生林阳。我想尽办法破坏他们，让他专心应对高考，弄得学校人尽皆知，他们的爱情被扼杀在摇篮里。后来，柳如烟主动追求我，成了我女朋友。三年时间，他弄垮了我家的公司，逼死我父母，打断我弹钢琴的手。 送我到黑马会所上班，他说：“羚羊死在那里，也赐我同样的死法。”而后冷眼看着我被一帮男人拉进会所最黑暗的房间里，受尽折磨而死。再睁眼，我发现我重生了。莫景森，你发什么呆？我被人粗鲁的推了一把，手上的玻璃杯砰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四分五裂，里面红枣枸杞洒了满地。少女的声音比成年后多了些清甜。 令我愣了半晌，才回过神来。眼前的人是柳如烟。我问你们班那个转校生联系方式，你发什么脾气，还将杯子砸了？柳如烟柳眉倒竖，语气不善。我望着身穿校服的柳如烟，意识到我重生了。重生在我的噩梦开始之初，你还发呆？柳如烟不满的一把抢过我手机，自己打开翻看林阳的联系方式。他知道我的手机密码，在他面前，我甚至没有秘密。 我们是青梅竹马，柳如烟长得明眸皓齿，又时常跟在我身边。爸妈玩笑说她是我们家未来儿媳时，她还看着我笑得一脸羞涩，我便天真的认为我们注定要在一起。很多男朋友才做的事情，我都在做。我认为男生应该要保护女生，并呵护她，宠着她。所以柳如烟说跑步好像有点头晕，我便每天泡了红枣枸杞茶给她送来。每天上学放学。 我都等他一起充当护花使者，他的书包都是往我身上丢，从中学开始，他书包都是我背，一背就是六年。柳如烟擅长小提琴，我擅长钢琴，我们约定一起努力考上中央音乐学院，他做小提琴手，我当钢琴家，到时候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光，却又能算是同行。结婚生子，过完幸福美满的一生，我爸妈也认可他。 期盼着我们的美好未来，我也按这个计划前行着。直到高三这年，我们班来了一位转校生林阳，我们的一切都变了。衣冠楚楚，海王本王，说的就是林阳这种男生，看起来痞帅痞帅的，表现出来却又是温柔会体贴人，又好追，轻易勾动女生的心。学校里很多女生都成了林阳的爱慕者，为他写情书，送他礼物，满足他的愿望。 成了很多人每天必争的事情。柳如烟来我们班找我，见到坐我旁边的林阳，一眼便沦陷了。现在想来，他看林阳时的眼神，眼睛里都发着光的样子，神情的迫切，那才是爱。柳如烟后来追求我时，眼里根本是一潭死水，他从未爱过我。柳如烟的爱，全都给了他一眼便爱上的林阳，恨极了害他们没能在一起的我。只有我，为他那句莫景森。 我想做你老婆，在疯狂心动，甚至想也没想，便赋予他全部的信任。那时，柳如烟心里大概在想：我是如何蠢，他要如何弄死我全家。第二章收心。莫景森，林阳不是你同桌吗？联系方式都没有。柳如烟不满的将手机扔回给我，我捏着手机，垂下眼帘，隐藏眸中的恨意。你真的要追他吗？废话。柳如烟瞪向我。 你是不是要说学校里好多女生都喜欢他，每天围在他身边献殷勤？他们算什么？林阳不拒绝他们是没有遇到真爱，不忍伤害他们罢了。等我成为他女朋友，他自然会收心。林阳只会有我一个的。我笑了，我帮你要他的号码。林阳会收心，简直天大的笑话。他坐我旁边，我每天看着他如何应付那些追求他的女生，手段一套又一套，简直不要太厉害。 女生为他争风吃醋、吵架骂街，甚至打架，都是他特别骄傲的事情。柳如烟怀疑地看着我：“真的，莫景森，你可别回家告状。”“不会，祝你追求他成功。”我捡起地上的碎玻璃杯，丢进垃圾桶，抬脚便走。青梅竹马十八年，柳如烟会不知道我喜欢他吗？不，他清楚的很，所以才在多年后什么都没有做，只给我那么轻飘飘的一句想做我老婆的话。 他知道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答应。柳如烟将我拿捏的死死的，我家被他弄得破产，巨额债务逼上门，喊着让我爸妈跳楼就不追究的话，爸妈从楼上一跃而下，我赶到的时候刚好砸在我面前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，现在想来都疼得要命。当时我看见柳如烟笑了，质问他，柳如烟连掩饰都没有，凑到我耳边说：“你爸妈真听话，我的人叫他们跳。” 他们就真跳了，真相令我崩溃。他连我给爸妈收尸的时间都不给，叫人死死摁住我，亲自打断了我弹钢琴的手，让人绑我去了专供特殊爱好人士玩乐的黑马会所。我恨柳如烟，以前有多爱，现在就有多恨。柳如烟想追求林阳，那便如他所愿吧。我回到教室，一堆女生正围着林阳，给他送上各种好吃的。他露出那张脸最帅的角度，声音温柔。 大家别生气，我都吃一点好不好？女生一副心都快化了的模样。林阳将女生送上的美食都咬了一口，剩下的他们像得到赏赐一般欢喜吃下。看，多会聊。柳如烟喜欢，那便成为其中一员吧。这次我不阻挡。上课的时候，林阳撞了撞我的手臂，问你喜欢柳如烟？不喜欢。我摇头，准备问他要电话号码。林阳嗤笑一声。 最好别喜欢那小美女，她爱上我了。她问你要联系方式，给吗？我问林阳，轻勾嘴唇，小美女终于出手了，当然要给。莫景森帮喜欢的女生追求别的男生，伤不伤心，痛不痛苦？我的喜欢原来那样明显，连这学期才转来的林阳都看出来了。不伤心，也不痛苦。我拿出手机，翻到柳如烟的聊天页面。 上面还留着他以前发给我的信息，别吃早餐，我给你带好吃的。看着信息，我凄凉一笑。曾经他也是有好东西都向我分享的好青梅。林阳看到了我信息，阴阳怪气的说：“他倒是会想着你。”第三章受伤。我回过神来，将以前的信息记录全部删除，号码你自己发给他。林阳接过我手机，将电话号码发给柳如烟。上课的时候。 我见他一直在偷偷发信息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很愉悦的样子。这段时间是我和柳如烟最为紧要的，因为学校有保送名额，央院会来人面试。放学后，我们通常一起去练习，他练小提琴，我练钢琴。当然，今天我自己去。在教学楼下，我遇到了柳如烟和林阳，他们的手牵在一起。林阳见到我时，一脸抱歉的说：“莫景森，柳如烟现在是我女朋友了。” 不好意思啊，他不能陪你一起练琴了，陪我练琴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柳如烟嫌弃的看我一眼，给他说什么抱歉，我又没有陪他的义务。柳如烟拉着林阳走了，林阳回头给了我一个得意洋洋的笑，我面无表情看着他们走远，在心里祝福他们锁死。这天晚上，柳如烟缺席了培训课，我练习完自己回家，走进家门，看到爸爸妈妈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瞬间滚落。 谁说男儿不流泪？只是未到伤心时。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欺负你吗？还是身体不舒服？妈妈焦急的问，爸爸也是一脸担心。眼前鲜活的爸妈让我的情绪疯狂翻腾着，我激动、高兴，还对记忆里的画面心有余悸。对不起，我哽咽着说，是我引狼入室，害死了他们。爸妈吓了一跳，你做了什么错事？考试考差了？ 我又哭又笑，没有，我就是看到你们很高兴。你这傻孩子，天天看还能高兴的哭，哭就哭，你还道什么歉？吓我一跳！妈妈哭笑不得，我抱住她，我就是很开心。爸爸也觉得好笑，这么大人了还撒娇。临近高考，他们给我准备了营养餐，正在吃的时候，院里传来了吵闹声。不一会儿，柳如烟父母来拍我家的门。 问我知不知道柳如烟怎么回事？她和人打架进了医院。我们两家关系好，爸妈也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看望柳如烟。我以为只是小打小闹，学校里那些女生打闹时我也都看到过，顶多用指甲偷,偷偷挖人的脸。结果在医院里的柳如烟是鼻青脸肿，顶着一头乱的跟鸡窝似的头发，估计是脑袋也受了伤，没能梳一梳，右手还受了伤，被划了长长的一道口。 医生说，伤到了筋，以后都不能用力，想要再拉小提琴是不可能了。柳如烟成为林养女朋友的第一天，弄丢了他小时候的梦想。不过，这应该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前世他也没有上中央音乐学院，丢掉了他喜欢的小提琴，拿到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。应该从那时起，他便开始执行报复我的计划。毕业后成为我女朋友。 顺理成章进入我家公司，利用他所学，让我家产品全出了问题，一夜之间背上数不清的债务。这次我不管他了，让他尽情享受他的爱情，看看他会是什么样的结局。刘母直抹眼泪，问柳如烟：“谁打的？”柳如烟抿唇不语。刘母回头看我，因为之前我们形影不离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是最清楚不过的。景森，谁打的柳如烟？柳如烟对我投来警告的眸光。 他以为我还会管他的闲事不成？我对刘母摇摇头。我晚上去练习钢琴了，没看见他。第四章寄语：我和爸妈待了一阵，先回家了。柳如烟住了半个月院，再回到学校的时候，额头的伤还没好，手腕也还绑着纱布，但不妨碍她每天在林阳身边鞍前马后，和其他对林阳好的女生争风吃醋。她身上的伤越来越多，身上经常有抓痕，头发长度也参差不齐。 经常能听见他像个小太妹一般骂街的声音，但他颇为自豪。有一次，我见他粗鲁将一个女生推开，嘴里骂着贱人，看清楚，林阳是我男朋友。随后踮起脚尖朝着林阳吻去，林阳很是配合他，两人吻得难分难舍。约莫林阳的配合让柳如烟得到鼓舞，形势越来越张扬，最喜欢当着其他女生的面和林阳亲热，以是他的所有权。 可林阳对其他女生时依旧温柔，眼睛仍然会放电，这就让其他女生觉得柳如烟是自作多情，他们才是那个真名天女。争风吃醋的事情时常上演，事情越闹越大，学校里请了家长。刚好模拟考的分数也出来了，柳如烟的成绩急剧下降，才三百多分，而我班级前三。刘母从班主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正巧。 柳如烟正捍卫他的名分，搂着林阳亲吻炫耀给别人看。柳母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气急败坏地上前将吻在一起的两人分开。体育课刚结束，我们班的同学全都在。柳如烟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马上高考了。柳如烟根本没在听，他担忧的看向被母亲推的后退几步的林阳，温柔又仔细摸了摸林阳被推的手臂，问：“疼不疼？”对不起啊。 让你受委屈了，林阳温柔的勾勾唇，旁若无人的揉了揉柳如烟的脑袋。我没事。柳如烟被那样一哄，魂都快飞了。林阳看向柳母，态度良好。阿姨，你有什么不满的，冲我来就好，别怪柳如烟。柳如烟眼睛都快焊林阳身上了。柳母快气疯了，我要打要骂都是找自己女儿，我冲你来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？我一眼便能看清。 勾三搭四，让我女儿成天不好好学习，只知道为你吵架打架。柳母骂林阳，柳如烟不干了。妈，是我喜欢林阳，他又没有错。你成天就知道学习学习，我的感情不重要吗？柳母气得直按脑门儿，不知道怎么就看见了在人群里看热闹的我。景森，柳如烟是你未来的老婆，你怎么不管着她？所有的目光全都朝我看来，我如遭雷劈。妈。 乱说什么？我又不喜欢莫景森，让我嫁他，你不如让我去死！柳如烟愤怒的吼，还气恼的瞪我一眼，宁愿死都不跟我在一起，哪里是不喜欢，那是厌恶至极。刚好我现在也恶心透了他。我冷着脸对刘母道：“阿姨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也不喜欢您女儿，我们不可能有什么未来。以前我对刘母的态度十分好，女婿嘛，要讨好丈母娘不是？” 他常说我是他未来女婿，我每次都是暗自窃喜。这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撞他，刘母很不高兴，又被柳如烟气得半死，恨铁不成钢的瞪了柳如烟一眼走了。晚上我去练钢琴的路上被柳如烟和林阳堵住，柳如烟厌恶的看着我：“你给林阳道歉。”我莫名其妙：“道什么歉？我是属于林阳的，你和他道歉，说不该觊觎我。”第五章算计，神经病吧！ 我厌烦至极，我没有觊觎你，你属于林阳，你们俩锁死，可以吗？林阳对我讥讽的勾了勾嘴角，假模假样的发出一声叹息。柳如烟，爱一个人是不可以控制的，就像我爱你一样，莫景森爱你，他没有错，我只是想到有人觊觎你，就很不安。哎，对不起。柳如烟投入林阳怀里安慰，是我不好，没有处理好以前的事。莫景森，快道歉。 发誓你以后不会再喜欢我，怎么就说不通？我咬牙切齿的举起手来，我发誓现在不喜欢柳如烟，以后也不会喜欢柳如烟，否则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，可以了吗？柳如烟见我话说的郑重，愣了一下。林阳不高兴的抿了抿嘴，他哼了声：“莫景森，你敢发誓以前也没有喜欢过柳如烟吗？用你爸妈起誓，如果说谎，他们不得好死。”我瞳孔一缩。 心猛地颤了一下，柳如烟催促：“快发誓！”那时的我怎么会那样？眼下喜欢上这种脑残，不管誓言能不能成真，我都是不可能拿我爸妈来赌的。我的手紧握成拳，红着眼睛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以前不应该喜欢你，给你造成了困扰，我很抱歉。但是请放心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”柳如烟一副我果然喜欢他的神情，林阳不屑的撇撇嘴：“我没有想到。” 林阳将我道歉的话录了音，在学校里到处传播。有人特意散播的八卦，传的相当快，连我爸妈都知道了。爸妈很担心我。你还喜欢柳家那丫头？她现在已经变了，不值得你喜欢了。我笑得坦荡，都过去了，谁还喜欢她？我现在最紧要的是练好钢琴，过不久就要面试了，争取保送。爸妈见我不像为情所困的样子，松了口气。他们对我寄予厚望。 我们景森肯定能被保送，我练习的很用功，挺有自信。前世因为将注意力放在破坏柳如烟的恋情上，导致保送失败，我还挺遗憾的。这段时间总能听到柳家鸡飞狗跳吵架声，柳如烟每天记挂着怎样给林阳浪漫，要将其他女生比下去，从家里拿了很多钱。柳家明显是管不下来了。早晨，我见到柳母，她一脸疲惫，还想过来和我说话。 我在远处客气的笑了笑，赶紧走了。我不想再和他们一家人扯上任何关系。钢琴面试的前一天，我撞见了林阳和其他女生接吻，而柳如烟被几个女生摁在地上。看来这次其他女生联合起来了，柳如烟吵不赢，也打不过。我面无表情的经过那里，被林阳叫住：“莫景森，你初吻还在吧？”我不想理他，但被他给堵了路。我防备的看着他，有什么事？ 林阳不怀好意的眼神在我修长的手指上扫了一眼，随后去将柳如烟扶了起来。我虽然是为了你不被他们为难，才吻他们的，但也是吻了，让你吻一次别人，这样才公平。莫景森还是初吻呢，你不吃亏。我震惊不已，这是什么脑回路？柳如烟虚弱摇,摇头，不怪你，你是为我着想。我不吻他，我只想吻你。柳如烟勾住林阳的脖子，吻了上去。一群疯子。 不怕交叉感染，我见他们的注意力分散，赶紧离开。他们封他们的，我才不参与。晚上练完钢琴，我收到柳如烟的信息：莫景森，能见一面吗？我想当面和你说对不起。还有，我有个秘密告诉你，是关于你爸妈的。我在食堂后面等你。虽然我不可能原谅他，但关于我爸妈的秘密，我倒是要看他耍什么花招。夜里的食堂黑灯瞎火，不过外面有路灯。 我刚走到食堂侧面的小路上，突然一件重物拍上我后脑，剧烈的疼痛袭来，我身体晃了晃，无力的倒在地上。我手上的手机被人抽走，随后响起离开的脚步声。我虚弱的喊：“柳如烟，我明天还要保送面试。”回应我的是他远去的脚步声。想到他会是骗我的，却没想到这时候的他会对我下黑手。我脑袋里晕眩不已，费力抬手摸了一把后脑勺，摸了一手的湿。 还有浓重的血腥味，身体里的力气在渐渐消失，我很害怕。好不容易重生一次，难道就这么死去吗？第六章青梅昏昏沉沉中，我似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被那声音一刺激，我来了点精神，大喊：“在这里，救命！”急促的脚步声向我而来，从路边的灯光可以看出，疾步而来的是一位瘦高女生。想到终于得救了，我精神力一松，晕了过去。 再次恢复意识，我人在医院，爸妈陪在我的病床前，一脸疲惫。他们告诉我，我昏迷了两天两夜，保送面试我错过了，遗憾终究还是没能弥补。柳如烟被柳父柳母压到我病床前道歉，他那一下已经造成故意伤害罪了。我爸妈本来是要报警的，但大家邻居这么多年，关系以前很不错，他们苦苦哀求我爸妈，想着高中生，她还是一女生，不能留下案底。 我也没有生命危险，才忍了下来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打得这么严重。柳如烟看着我被纱布包住的脑袋，眼神有些心虚。我想起了林阳落在我手指上不怀好意的眼神，问他是林阳不想让我参加面试吗？其实我一直想不通，林阳干嘛老找我麻烦？他喜欢柳如烟，柳如烟是他的了，我并没有给他们造成阻碍，只能说林阳可能看我不顺眼。 也或者纯粹就是坏心肠，看不得别人好。一提到林阳，柳如烟立马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激动了。莫景森，你别怪林阳，事情是我做的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我就好。只能说爱情是盲目的。柳如烟喜欢林阳是如此，上辈子我喜欢柳如烟也是如此。还好我有机会重来，你们以后别再来打搅我，这次的事情就算了。不能保送，但我还可以考。 上辈子因为柳如烟选择化学工程系，我放弃了中央音乐学院，改学不喜欢物理专业。钢琴是我的最爱，却成为了我的业余爱好，那是我最大的遗憾。这一次我一定会考上的，我要成为知名的钢琴家，努力将我的人生过好。而柳如烟现在这样堕落下去，他还能上清华吗？我拭目以待。柳家的人离开后，妈妈说就我的邻居来看我了，我很惊讶。 我以为是学校的同学或者老师救我的，会是哪个邻居？他进来病房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。方苑，我的青梅，并不只有柳如烟一人，还有他。方苑。幼时我们也曾形影不离，只是中学后他就不和我们玩了。高中我们也不在同一所，他好像是去念了艺术高中，而我本来也是要去的，因为柳如烟而选择现在的。我记得他小时候也是喜欢钢琴。 不知道现在是走的哪门艺术课，真是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了，感觉样子变了许多。前世我上大学后便没有再见过他，重生后也没有见过他，他好像在躲在我似的。虽然住在同一个小区里，不去找的话便见不到。方院对我笑了一下，将带来的鲜花放到我旁边的柜子上。头还疼不？我碰了碰包着纱布的脑袋，不是很疼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你怎么会去我们学校？ 第七章挑衅，方院有点羞涩的笑了笑。我想着钢琴保送面试，你肯定会参加，过来找你交流一下心得。去你练习钢琴那里，你同学说你去了食堂，好像是有人找。我想着这么晚了，怎么能在食堂找你，就过去看看。没想到在去食堂的路上捡到你关了机的手机，我一慌，我就喊你，还好你硬了。对我练完琴，有同学问我一起走不，我回他。 要去一趟食堂，有人找我。幸好有这一出，才等来了方院救我的命，不然我在地上躺一晚，等被人找到，怕是已经失血过多而亡。我一阵后怕，再次道谢：“谢谢你，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很高兴能够救你。”方院说完，脸一红，结结巴巴的解释：“我不是高兴你受伤啊，是能够在你危险的时候派上用场，我很高兴。”说到后面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。 方院含羞带怯的模样很漂亮，长长的睫毛轻轻扇动着，偶尔看我一眼，那眼神如星辰一般耀眼。我第一次正视方院的长相，标准的大美女，应该比柳如烟还要高一些，模样也更漂亮。我以前眼里怎么就只看得见柳如烟呢？方院见我盯着她看，耳朵都染上了几分红晕。莫景森，这次错过保送不要紧，我知道你成绩很好，肯定能考上的。 我点点头，嗯，我会努力的。说到这里，我后知后觉想起来，方愿说去找我交流心得。你参加保送面试了？他也还弹钢琴吗？方愿点点头，嗯，参加了。我会提前去熟悉大学生活。他面试上了，我眼里有着羡慕。回想前世，方愿是否走的钢琴专业，是否保送，我竟一点也想不起来。他们一家人十分低调。 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谈论自己，而那时我竟对他漠不关心至此。方院看了眼时间，我要走了，导师在外面等我，我随他们一起走。好，他走了两走，又突然停住脚步，转回头唤我莫景森。我疑惑的望着他，问、嗯、了声。方院的耳尖生出可疑的红晕。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等你。他说完急匆匆的走了，像被人追赶似的，脚步还踉跄了一下。 方愿这话和行为都暧昧的很，他看我的眼神，还说等我，是对我有意思吧？算了，自作多情的事情做过一次，并且受到家破人亡的代价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或许她就是容易害羞的姑娘。至于等我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在一起有个熟人互相照应吧。我住院一个星期，出院时纱布没有包的那样恐怖了，不过还贴着的，要保护伤口。再回到学校里。 同学、老师都对我嘘寒问暖，很是照顾。这中间当然不包含林阳。我刚回到自己座位，他便凑了过来，面上一副关心的模样，轻声道：“莫景森没能被保送了，遗憾吗？伤心吗？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也不说话，和他实在没什么好说的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他只会没完没了的纠缠。林阳被我看得久了，那副假面孔差点没能维持住。第八章堕落。 但他不亏是男生中的茶艺大师，立马变成一副委屈的模样，用周围都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我只是想关心你，虽然柳如烟不要你，而选择了我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兄弟的。你有必要不理人？”女生心中的男神受委屈了，那可怎么得了？瞬间站出来好多女生向我讨伐。莫景森，柳如烟不喜欢你这种只有长相的无趣之人，又不怪林阳，你别把气撒在他身上。 就是林阳又没做错什么，林阳只会在女生面前扮温柔，在男生面前可从来不会有所顾忌，所以班上男生都知道他到底什么样的。周围有些看不过眼，出来帮我。你们女生就喜欢这种看起来没攻击性的，他说什么你们就信是吧？莫景森的伤还没好呢，他一句话都没讲，需要你们出来打抱不平吗？就是我怎么没看出来莫景森怎么对他不好了？ 还委屈上了，人家从头至尾一句话都没讲，要安罪名也得有点谱吧？林阳看着男生都站出来帮我说话，对着那些女生一脸的忍辱负重。你们别说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他，没想到会成这样。林阳这副委屈都往肚子里吞的模样，杀伤力可真大。那些本来还有点动摇的女生，顿时又坚定的站在了他那边。这种闹剧时常上演的话，指定会影响到我的学习。 我要考上中央音乐学院，还想用最好的成绩考进去。我不理林阳，径直将书全都收进书包，抱在手里，走向那个叫的最大声的女生。跟你换位置。女生愣住了。什么？你不是喜欢为他抱不平吗？就近更方便。我踢了踢他的椅子。换不换？你不换，我和其他人换了。换换。女生回过神来，咧着嘴三两下将东西收齐了，跑向我原来的座位。 林阳对我展示一个等着瞧的神情，转脸面对新同桌，又变得温柔。马上到上课时间，我懒得理他。中午吃饭后，我回到教室时，柳如烟正和林阳那新同桌撕扯。柳如烟打架越来越厉害，新同桌不是对手，被扯着头发嗷嗷叫，毫无反手之力。你什么东西，也敢打我男朋友的主意，还敢坐我男朋友身边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 柳如烟说完，丢开那同学，双手搂住林阳的脖子，便吻了上去。两人旁若无人，吻得难分难舍。教室里男女生都有，稍微害羞点的都面红耳赤，微惊正坐，眼神都不敢乱瞟一下。偏生那俩主角将辣眼睛当深情。还是巡查老师过来训斥后，两人才不慌不忙的分开。老师恨铁不成钢，柳如烟，你以前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呀。 怎么就堕落成这个样子？柳如烟反驳：“我哪里堕落了？有梦想，有激情，不是只有学习才能有前途。”老师摇头叹息：“跟什么人混，变成什么样的人。”哎，老师走后，林阳脸色难看的望着柳如烟：“老师的意思是我带坏了你？我一不逃学，二不染发，也不奇装异服，算坏学生？老师都是老古董，就知道催学习。亲爱的，不用管他们。” 柳如烟给林阳一段安慰后，抬眸看见我，径直走到我课桌前。莫景森，你换回去，不换，我坐这里挺好的，我拿书出来看。柳如烟一巴掌拍打在我的书上，你明知道那些女的对林阳有企图，你还故意将他们换过去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我打了你，也说了对不起，你不会因为我那句道歉又对我心生妄想吧？莫景森，我心里只有林阳。 我是不可能看得上你的。第九章封后，这人有妄想症吧？林阳听到柳如烟的话，赶紧过来搂住了他，一脸防备的看着我。哥，这两人不愧是能看对眼的人。原来和我换位置。那女生，被柳如烟打怕了，一直都不敢过来。听到我们的对话后，他收了东西，要求跟我换回去。我站起来问：“你们有谁要坐林阳旁边吗？”女生蠢蠢欲动，有柳如烟虎视眈眈。 不敢动，男生嫌弃的很，没人愿意换。我无奈收了东西，回到林阳旁边的位置，而后在林阳和柳如烟不可思议的眸光下，我搬起课桌走向最后的位置。一个与我交好的同学还速度帮我搬来了椅子。现在可以了吗？没人能和林阳同桌，我没有要破坏他们感情的嫌疑了吧？柳如烟复杂的看我一眼，走了，因为快到上课时间了。 我们毕竟不是同一个班，为了我的目标，我开始疯狂学习，不是在练习钢琴，便是在复习，连下课时间都不放过。如此一天天过去，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。这天晚上，我都睡着了，柳如烟家父母又来拍门，我爸妈不太高兴的放他们进来，什么事呀、啊？孩子要高考了，休息不好不行。那么大声，我早都被吵醒了，知道肯定是找我的，便起了床。 刘母见到睡眼惺忪的我，着急的问：“景森，你知不知道柳如烟去哪里了？她这么晚还没有回家，电话也打不通。”说到这个，我还真晓得，因为我前面两个女生在讨论，我听到了。他们说柳如烟和林阳晚上要去开房，还很遗憾，林阳终究是被柳如烟给搞定了。不过，我才不会在柳父、刘母面前多嘴。我摇了摇头，不知道呢。我们好久不一起了。 刘母一听，我不知道，更急了。你要是和柳如烟谈恋爱多好，一直说你们将来是要做夫妻的，我早将你当未来女婿。妈妈打断她，孩子们小，那都是玩笑，当不得真的。刘母摇头，而后殷切的拉住我的手，我只会认你做我女婿。我知道你喜欢我们家柳如烟，你努点力将她拉回来，好不好？当到时候，我给柳如烟丰厚的陪嫁。 柳如烟有妄想症，原来是遗传，个个都看出来。我以前喜欢柳如烟，怎么就没人能看出来？我现在是真讨厌她。我用力扯自己的手，爸爸脸色难看，妈妈直接上手帮我将刘母推了开来。我不喜欢柳如烟，阿姨，请你别乱凑。对了，就是你家柳如烟都有男朋友了，爱的不得了，大家都知道。爸爸下逐客令，你们还是问问有没有和他相熟的人吧。 我们家景森现在和柳如烟不熟，以后还是不要因为柳如烟的事来找景森了。刘母还想争取一下，被情妇拉走，关上门。妈妈担心的看我，真不喜欢了吧？我无奈，真不喜欢了。以前是我眼瞎，他有哪一点值得我喜欢？那我就放心了。看他现在那样，怕是连个二本都难。妈妈叹息道。爸爸点头，这孩子可惜了，以前看着好好的。 突然就成这样了。第一是章很响，我想到前世种种，暗自撇嘴，他活该，可惜个屁。听说那晚上，柳父柳母找柳如烟，找了一夜，最后是在宾馆里找到的。柳如烟和父母大闹一场，吵得我们院子里所有人都出来看热闹。柳如烟不嫌事大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逼他爸妈给钱，他要出去租房子住，说家里人管得太严了，一点自由都没有。他是成年人了。 需要空间，把柳父气的甩给他一万块，让他赶紧滚。柳如烟捡起钱便走了。从那天起，柳如烟在外面租了房子，和林阳过起了同居生活。在学校遇见过他几次，神采飞扬的，还不害臊，经常特意露出锁骨上的吻痕，来显摆他和林阳的亲密关系。而林阳穿着打扮都比以前贵气了许多，想来柳家拿出来的钱有了去处。 就在我以为他们会这样恩爱下去的时候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我练完小提琴出来，经过学校的花坛时，听到柳如烟和林阳的争执声。为了不与他们打照面，我果断地葬进了花坛里。你真的爱我吗？林阳质问。柳如烟带着哭音回：“我要是不爱你，我能和家里人闹掰，出来和你租房子吗？我还要怎样才算爱你？”林阳，我将自己都给你了，那你什么意思？ 是怀疑我对你的爱吗？昨天晚上，如果我不和那些女生走，他们能放过你？柳如烟，我们不是没试过，每次受伤的都是你，我怎么忍心？柳如烟痛苦抱头，你是我的男人。林阳上前抱住柳如烟，我是你男人，没错的。柳如烟，我最爱的人是你，都怪我不够强大，没能保护好你。我听得瞪目结舌，好一出大戏，好不可思议的关系。 林阳竟然在和柳如烟同居的同时，还和其他女生过夜，还他们惊炸天。然而，柳如烟反抱住林阳安慰：“不怪你，怪我，是我不够优秀，让他们以为可以将我取而代之。”两人抱头痛哭，好像一对被生活压迫的无能为力的有情人。我对柳如烟的脑回路叹为观止，只能尊重祝福。我在花台里蹲的腿都发麻了，两人才终于安慰好了彼此。 又亲又抱，亲热了好一阵，才终于走了。抖着发麻的腿，我手机响了，不由得庆幸先前没想，不然就被他们发现了，又是一堆麻烦事。是个陌生号码来电，我犹豫接起，传来对方听起来有些激动的声音：“莫景森，我是方月。”我愣了一下，“是你啊？”“嗯，我刚才叫我妈去你家问了你的电话号码，想来想去，我还是想联系你。有神事吗？” 我以为方院是真有事找我，上次他来医院看我都没找我要号码。方院沉默了几秒，才道：“突然觉得要再见到你，时间还有些久，想先和你说说话。不是马上快暑假了吗？你不回来啊？”我这一问，方院像是恍然大悟一般，有些懊恼的哦了一声：“那我回去了，和你一起练钢琴好不好？你都提前去学了，肯定比我厉害，要请你多多指教啊！”我应道。 方院很开心，互相探讨。莫景森很期待能在和你一起弹钢琴，特别想，做梦都想。说完，他挂了电话。我拿着手机，心跳的有些快。第一十一章感慨：我和方院同年出生，都是五岁开始学钢琴，那时经常一起练习。后来我和柳如烟时常混在一处，我弹钢琴，柳如烟拉小提琴，方院参与了几次，大概是发现融入不进来。 便不再掺和，也是那时我们开始疏远。现在他说特别想，做梦都想和我一起弹琴，什么意思？纯粹只是怀念小时候吧？一定是我不能自作多情。回家后，妈妈将我拉到一旁打探，方院找你做什么？他是不是喜欢你？他妈妈来要号码时态度特别奇怪，有点不好意思，又有点想和我打好关系。他家以前对我们都是淡淡的，也不是只对我们，对大家都是如此。 总有重距离感，我都不知道他还能与人友好打交道。每个人都很会乱思乱想。我让妈妈打住，没有的事。方院被保送央院，已经提前过去适应大学生涯了，打电话和我交流一下而已。这事看来妈妈还不知道，她惊呆了。被保送了，他们家还真能藏住话，这都没往外说一嘴。爸爸也听见了，发出感慨。以前看着柳如烟是个好苗子，方院太过内向。 成绩也一般，没想到长大之后反过来了。人的一生会发生什么反转，还真是不好说。半个月以后发生一件事，柳如烟在早操后老师讲话时差点晕倒。她自从和林阳在一起后，行事风格越来越张扬，身体不舒服更是变本加厉，大骂老师不该让人站那么久。要是他出事，让老师赔命云云。老师又气又急，让校医检查，准备送往医院。 校医会些中医，把脉的时候，柳如烟还威胁他，庸医不要耽误病情，不然告他。校医气得半死，当场说出柳如烟是因为怀孕还不知节制，身体虚弱才会晕倒。全校哗然，柳如烟呆愣了一阵后，脸色苍白，神情却欢喜的很，喊着她要当妈妈了。我惊呆了，她都才十八岁，想过怎么养孩子吗？而且我看林阳站一边，可什么话都没有讲。 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。第二天，柳如烟办了退学，林阳要照顾柳如烟，也没来学校。我以为是林阳要承担起孩子父亲的责任了。柳父柳母知道柳如烟怀孕，气得半死，要他去打掉。柳如烟不肯，直接不上学了。他们也没办法，还以为小两口要安生过日子了。我晚上回家，听爸妈说，柳如烟带着林阳来柳家闹了一通。柳如烟要结婚，还要风光大办。 林阳要柳家陪嫁一百万，孩子可以姓柳，他当上门女婿。如果不给，就不给柳家二老看孙子，让他柳家绝后。我想到那天晚上在花台里听到的秘密，突然想，搞不好哪天又冒个林阳的孩子出来，别又要去另一家当上门女婿。虽然这个想法有几分恶毒，但结合事实，还真说不准。我问柳叔叔答应给吗？妈妈嗤笑，怎么可能？都没到结婚年龄。 结什么婚？那林的小子开始还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，全由着柳如烟开口。后面见拿不着钱，顿时急了，猖狂的不得了，把你柳阿姨气得差点进医院。这下林阳善解人意、温柔体贴，装不下去了吧？不过柳如烟对他的盲目喜欢，应该不会在意。果然如我所想，从那天起，柳如烟每天带林阳来院里闹，闹的时间还越来越长。我回家时。 偶尔还能听到一个尾声，柳如烟将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说她有对不讲亲情、不通人情的父母，家里又不是没钱，害得林阳这么温柔、不重金钱的人不得不违背本心，说那么多凶狠的话。第一十二章守护，我听得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，真不是我故意偷听，他们就站在我家窗户外说的，那里种有一排花，现在开的正艳，可能他们没注意，那是我家窗户外。 我看着他们相携离去的身影，眼神阴沉。好期待柳如烟发现林阳真面目的那天，他会痛苦吗？会后悔吗？他再痛也不会有我前世痛吧？父母从公司楼顶掉落，砸在我眼前的那一幕浮现在脑海里，我的眼睛里顿时弥漫起满满的悲痛。景森，你不会还……妈妈震惊的看着我，又气又急。你说不喜欢柳如烟了，一直是在骗我们吗？我回过神来。 意识到我刚才对着离开的两人流露出来的情绪让妈妈误会了，这情景还真是有嘴说不清，我哭笑不得。没有的是，您儿子又不是傻子，妈妈仍是一副狐疑的样子。我再三的保证，妈妈还是没能放下心来，时不时观察我，特别是有柳如烟出现的时候。哎，我在妈妈眼里大概还真有点傻气。柳如烟和林阳闹得柳家鸡飞狗跳。 还影响到了院里，其他人都开始有意见。柳如烟父亲最后气不过，扔了十万块给柳如烟和林阳，并放下狠话，从此和柳如烟一刀两断，只当没生过这女儿。至于林阳说那孙子，他们不稀罕。刘母更是道：“大号练废了，要重新练个小号。他才四十多岁，能生得出来？”林阳那句绝后伤了他的心，他喊着要生个儿子出来。柳如烟也气得要死。 喊话，从此他是孤儿，带着羚羊扬长而去。后面一段时间，我没再听到他们的消息，我以为他们安安稳稳过日子去了。谁知道高考结束那天，柳如烟来到考场，她已经退学，没有参加高考的资格。我很防备的看着她，才十八岁的少女，肚子微微隆起，气质却像历经沧桑的中年人，那种嚣张的不可一世的精气神几乎看不到了。莫景森。 其实林阳想让我破坏你考高，我意外的很。你这是在和我说，你心底善良、温柔体贴人的男朋友，实际心思歹毒，想害我吗？没有来害我，却故意跑来告诉我，又耍什么花招？反正我不会再相信他，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不可能原谅他的。柳如烟瞪我一眼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是因为照顾我不能参加考试，心理失衡而已。是我想错了，林阳最忠实的舔狗。 怎么会认为他有错？我讥讽的勾了勾嘴角。你有什么事，直说，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柳如烟道：“虽然上次我害你错过保送，但这次我守护了你，扯平了，账还能这么算？我真是长见识了。”柳如烟接着道：“你那么喜欢我，我说什么都听，那听话的样子还是有几分可爱的，虽然比不得林羊。”我气笑了。可是柳如烟以为我是听了他说的话。 高兴的笑，他下巴微抬，洋洋自得。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我记得你每年压岁钱存着有不少，先取出来给我，应该能顶一阵。第一是三张歹毒，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？我会给钱他？乖，听话，我会觉得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。柳如烟一脸敷衍的哄我，我气得手抖，还没骂回去呢，这话被找来的林阳听见了，林阳冲上来就要打我。 还不死心，想勾引我老婆，死不要脸的东西，连孕妇都不放过。林阳和柳如烟拉拉扯扯往我这边来，柳如烟怀着孕呢、啊，我怕惹上人命。现在是关乎我前程最重要的时刻，我当然不能让他给我毁了。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柳如烟怕伤着肚子里的孩子，拉着林阳直安慰。我跑开一段距离，见安全了，冲他们喊：“柳如烟，要点脸，别来找我。” 还想哄我拿钱给你？当我是傻子吗？林阳，我看不上你老婆，我马上考进好大学，有美好的前程等着我。我们站在不同的人生轨道上，看清楚，行吗？最后说一次，我不喜欢柳如烟。柳如烟脸色阴沉的瞪着我。林阳闻言质问柳如烟：“我让你打晕他，让他错过高考，你为什么没做？你也对他有意思，舍不得伤害他，觉得跟着我受苦了？” 想给孩子找后爹是吧？柳如烟急得不行，拉着林阳又解释又吻的，一对脑子有问题的。我赶紧跑，人没走远，听柳如烟带了点脾气的声音传来：“上次打了他，我差点被抓去坐牢。这次要再打，我指定被抓，有案底了。孩子怎么办？哟，还没有蠢到家。一个月不到，柳家给的那十万块就用完了，还想找我要钱？离了的大谱。 我回家和妈妈吐槽这事，妈妈一脸后怕。那男生怕不是有病，怎么能这么歹毒？她说着，担心地看着我。你没想给钱柳如烟吧？妈妈竟然还怀疑我喜欢柳如烟。您看您儿子头上写着“冤大头”三个字吗？我话音刚落，电话响了起来，居然是外送服务，有人送了我一束向日葵。我一脸蒙圈，拿了花回家。妈妈，你买的吗？妈妈摇头。 谁送你向日葵？他说着，从花里面翻出一张卡片来。方愿，他为什么送你花？他追你？我愣了一下，摇头否认。向日葵不代表什么，庆祝我毕业吧。妈妈，咱不能孔雀开屏，对不对？妈妈噎了一下，脸臭臭的。我看方愿还可以，长得漂亮，品行也不错，都是邻居，要能成多好，免得到大学交女朋友，找个天远地北的。 过年回哪家都麻烦，我才不觉得未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。我现在还没想那么远。妈妈拍了我一下，人家女生都主动送你花了，你还装什么装？遇到郑源要好好把握才是。方院那么优秀，你以为没有男生追吗？别不懂得珍惜，等他被别的男生追走，你就后悔去吧。我想到方院含羞的模样，心跳有些快。他是真喜欢我吗？前世的阴影伴随着我。 让我不敢轻易主动走出那一步。不一会儿，我收到方院的信息，花收到了吗？毕业快乐！我迅速回过去，谢谢。你知道向日葵的花语吗？不是向着阳光奔跑吗？送毕业生最合适的。但他这么一问，我觉得可能不全是这个意思。刚想网上查一下，方院发来了，期待重逢的爱。我的手指顿在屏幕上，心跳仿佛漏了一拍。第一十四章，状元。 不一会他电话打了进来。妈妈看着我呢，我怕他八卦，转身进房间去接。景森，方苑的声音在电话里更清甜，很温柔，喊我的名字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像在聊我似的。我嗯了声，是要来中央音乐学院吧？大概吧。我很严谨，虽然不出意外，我肯定是报那里，一定要来。景森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的心跳有些快。他没有表白。 我也没问他什么意思，对话也很正常，但我怎么感觉这么暧昧呢？一束花，一句等我，就让我心荡漾了。难怪会被人骗的那样惨。心跳平复，我的语气故意变硬，我管你等不等，我会去，肯定是因为我想，不会是因为你在等。结果方院像我在无理取闹似的，沉默了几秒后，软软来了一句：“好，那你一定要想来。我们同一年出生的，他还小我两个月。” 怎么有种我被当小孩哄的感觉？结束通话，我摸了摸耳朵，有点烫。过了几天，我听到邻居八卦，有女生找林阳说怀了他的孩子，要他和柳如烟分手，跟他走。柳如烟将人推摔倒，孩子流产，赔了不少钱。难怪十万块那么快用光。我想起他要追林阳时说，只要他在林阳身边，林阳便只会有他一个女朋友，顿觉好笑。老婆怀着孕呢、啊。 依旧聊的女人惦记他，还听说刘母这段时间总跑医院，在调理身体，打算生二胎。他们看起来真放弃柳如烟了。我每天依旧努力练习钢琴，没再特别关注柳如烟的动向。考高分数出来那天，我还没能查到分数，学校先打来了贺喜电话，说只有前五十名才会晚出成绩，别人的都出来了，只有我的还没显示出来。爸妈高兴坏了，我也扬起嘴角。 终于有件遗憾被弥补。前世出成绩这天，我是听着柳如烟家的喜讯，也跟着高兴了一整天，还真是傻子。人家考个省内第三名，我就刚刚上本科线而已。不过这次不同了，选择尊重他人的命运，冷眼看着他痴迷羚羊后，轮到我笑了。最终成绩出来，我考了七百二十三分，省状元。爸妈傻笑着给亲戚朋友报喜。清华给我家打来电话，我爸妈有些犹豫。 这关乎我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。他们一开始也没想到我能考这么好。弹钢琴要出人头地，专业能力需要很强才行，而且练习很辛苦。但是我坚持选择中央音乐学院，爸妈支持我的决定。当天学校里拉起横幅，放了几十桶烟花，我爸也买了十来桶送去学校门口一起放。学校发给我十万块奖金，连我们院物业都在门口签上了横幅，也奖给我一万块。 第二天，音乐学院给我抛来了橄榄枝，提前让我去面试。爸妈送我去的，方院到校门口来接的。他看着我笑得跟朵花似的，恭喜你，好厉害，状元都考出来了。那一脸骄傲的模样，让我想起我的前世。那时柳如烟考试分数出来时，我也这样，带着与有荣焉之感，骄傲的不行。我望着方院的笑，心里五味陈杂。那样看着我干什么？ 我导师也是这次的面试官，希望你能被他挑中，这样你还能成为我的师弟哦。你导师很厉害吧？我有些不安。我虽然喜欢钢琴，前世却只是个业余选手，别人都说我弹的很棒，我却对自己的能力没底。方院看出来我的紧张，别怕，导师他人很好，你好好表现就成，我相信你一定会面上的。第一十五章试探。见到面试官的时候，我才知道。 方院的导师有多厉害？他是我们国家著名的钢琴演奏家，方院能被他挑中，水平指定也是相当好。难怪面上保送生便被带回学校，让其提前熟悉大学生涯。惜才嘛，自然愿意带我进去。面试官态度亲和的说：“莫景森同学，保送面试因为受伤错过，这次考出省状元的好成绩，依然坚定选择我们学校。我们非常期待你带来的曲目。” 对他还是我学生方院的邻居，他们从小一起练琴，听说水平很不错。听起来方院没少在他导师面前说起我。面试官个个和颜悦色，我受宠若惊，更为紧张了。同学别害怕，拿出你平时的状态来就行。我们开始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微笑着开始我的表演。还好，我的水平有正常发挥出来。一曲结束，我微笑鞠躬，悄悄观察陈导师的神色。 他带着浅笑点头，好像还算满意的样子。几位面试官互相交流打分情况，当即告诉我面试通过，我欢喜的不得了，惊喜还有加倍。陈导师让我加他微信，表示收我入门下。面试出来，方院得知这个消息，没忍住，激动的一下子扑进我怀里，抱住我。好多人看着呢，我脸都红了。见他真心实意为我开心，我又不好推开他。方院反应过来，耳朵都红了。 不好意思，我太激动了些。他在学校不久，但陈导师的知名度破例带回学生，他指定也成了风云人物。估计认识他的人很多。我们虽然分开了，落在我身上的视线是半点没少。那些惊讶的、羡慕的，甚至还有极度的眸光，让我浑身别扭。妈妈说的没错，方愿很优秀，追他的男生很多。方愿主动抱我的行为，让我确定他是真有些喜欢我的。我心里有小小的窃喜。 又有不应该那么快陷入感情的矛盾，于是大声吆喝了句：“各位同学别误会，我和方同学是好友。”方院嘴角的笑容微僵，随后拉住我的手腕，去往校门找我爸妈会合。我将手从他柔又软的小手中扯了回来，他回头看我一眼，抿了抿唇。我以为他要说什么表白的话，都想好要怎么拒绝了，结果他淡淡的笑了一下：“莫景森，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 我愣了一下，狐疑的看着他。方院突然蹦出来的这句话太可疑了，但他话说的又太胡伦了些，我还不好直接问，到底是说我害怕受到情爱的伤害，还是说我害怕受到致命的伤害？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不会伤害我，让我不得不想多。方院那富含深意的眼神让我心颤抖，张了张嘴想问他是不是也重生的，话未说出口，他已经走在了前面，走吧。 莫叔叔他们应该等急了，我未出口的话收了回去，跟上他的脚步。重生这种事情我可以发生，别人也自然可以，但是我是死了才重生的，方愿为何会回来？再说他到底指今生柳如烟被羚阳抢走，我受到伤害，还是指我前世，都有可能说得通的。毕竟在他眼里，我应该也是爱极了柳如烟。一路上我抓耳挠腮，还是没想明白，反而心里更是七上八下。 乱成一锅粥。快到校门口的时候，我忍不住了，走近他，试探的抛出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第一十六章承诺。方院冲我挑挑眉：“你是要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吗？”“快了，暑假便回去。”“不是。”我也说不出来是松了口，还是有些遗憾。“好的，那我们暑假切磋一下琴技。我们要在京城住一晚，我提前订好了酒店。”方院说：“她是我师姐。” 为了欢迎我，要请我们吃饭。爸妈看方院那眼神，我觉得有些像看未来儿媳，完全不顾我反对的意思，径直同意了，还裹挟我必须去。又是师姐，又是救命恩人的，请吃饭怎么可以拒绝？说的我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似的。方院还在那边无辜的笑。我原本想整他一下，故意点贵的菜，但是他居然带我们去了高档餐厅。我一看那菜价，便熄了整他的心思。 反倒是他自己点了好多菜，连我爸妈都阻止他不要再点，才作罢。我怀疑他是不是借机想我爸妈请他吃一顿？不过请一顿也是应该的，他救了我，还帮我在导师那里美颜。再说他一个女生主动对我表示好感了，我也不是完全的无动于衷，还真让人家请客，我男人面子还要不要了？方愿凑近我，轻声道：“在担心我付不起钱？”我的表情有那么明显？ 没有，我干咳一声，生硬回答。方院的嘴角弯了弯，朝着我凑得更近了些。我随时有随导师出演的机会，报酬不低，我还很会理财，现在荷包里资金还算充足。放心，以后肯定不会饿着你。他离得太近了些，呼出的热气洒在我的耳朵上，顿时令我热燥起来。还有那话，差点让我被自己的唾沫给噎着。什么叫不会饿着我啊？我还让他养不成？ 抬眸，发现爸妈一脸复杂的看着我和方院，我一惊，才反应过来，刚才咬耳朵的行为太暧昧了些，爸妈肯定误会了。我和方院没表示出什么的时候，他俩一脸看好，甚至有撮合之势。他们打什么主意？我懂，怕我找个外地的被拐跑了，或者和儿媳相处有代沟啊之类的，还怕我对柳如烟旧情难忘，想我的心放他们认为好的人身上。 等真见到我和方院看似有些什么的时候，又开始担心了。我是男生嘛，他们怕我做出些出格的事，祸祸了人家姑娘。席间，他们对方院开始嘘寒问暖，小心嘱咐，生怕他被我欺负了。我叹气，这未来儿媳他们是认上了，关键我和方院只是有点小小的暧昧，什么关系都没确定啊，连喜欢都没说一句的好吗？第二天我们回家的时候，方院来送鸡，我妈对他讲。 以后我们家景森来上学以后，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和我们讲，我们收拾他。方院连连点头，还冲我坏笑。好的，我哪里会欺负？话未说完，被我妈妈挥开。你一边去，我没和你讲话。我无语，没和我讲，但我是当事人。方院对我爸妈笑意盈盈的，阿姨叔叔都放心。景森其实脾气挺好的，我们会好好的。爸爸嗯了一声。如果你有喜欢其他男生。 要直说，不要瞒着我们，更不能瞒着景森。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方院说的斩钉截铁，爸爸的笑容更灿烂了几分。妈妈又严肃道：“你别惯着景森，上学要好好上学，别越界影响学业。”我老脸一红，去拖他。妈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们想的也太多了。我跟方院的关系才哪到哪，怎么可能到这一步？说的我跟个饿狼似的。 马上就要将人家姑娘吃干抹净。妈妈见方愿害羞的脸都红了，有些不意思。阿姨是关心你们啊，为你们将来着想，不能只为贪一时之欢，毁了彼此前程，不是？你，我们是放心的，就是景森怕容易冲动，你别什么事都由着他。方愿眼神隐晦的看我一眼，对我妈妈道：“阿姨，您放心，我想再在,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，再考虑这些。”闻言，爸爸放心了。 妈妈一顿担心了，那意思是事业上闯不出一片天地，你就不考虑结婚？第一十七章搬走，我无语望苍天。他们担心的事情会不会太多？也太早了点。我和方院都才十八岁，刚要上大一啊。再说，对人家姑娘说这些，真的好吗？如果景森愿意，我想等他毕业便先结婚。方院深深的看我一眼，那样晶亮又烫人的眸光，令我想躲。 我心慌啊，嚷嚷道：“我们都没有在谈恋爱，你们说什么结婚生孩子啊？以后的事情哪里说得准？”走了走了，该过安检了。我拉着爸妈逃也似的离开。到安检口，我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方院在人群里是很亮眼的存在，一眼便看见了他。他见我回头，立马扬起笑容。我的心跳又不正常了，像做贼似的，赶紧扭回头，假装看身份证。 回家后，爸妈还谈论方院。我看方院这孩子靠谱，挺沉稳的，还有上进心。对我们家景森也是真喜欢。嗯，比柳家那姑娘好。幸好她早露出了真面目，不然我们景森要娶了她，以后指不定闹成什么样。我本来想让他们别说了的，听到后面这句又沉默下去。对啊，如果我阻止了柳如烟露出真面目，不止闹，是会让我们家破人亡。随他们聊去，我回了房间。 这一场面试，我爸妈将我和方院未来都敲定了，偏偏我们没说一句喜欢，恋爱关系都不成立。想来想去，干脆不理会了。第二天院子里一大早就吵闹起来，我爬起来从窗户往外看，是林阳大吵大闹，在找柳如烟爸妈要钱。我听了一嘴，柳如烟在哭，好像是流产了，要去医院，她没有钱，喊她爸妈救命，还说以后都听话。 他没有参加高考，不过可以上个中专，要是自己用点功，专升本也不是不可能。要是真崛起了，再考研究生都行。柳如烟本身是聪明的，不然上辈子她也不能考到清华去。看的是她想不想努力。都流产了，当父母的能怎么办？虽然气那林阳也跟着在那里吵闹要钱，还是要出面救自己女儿命不是？要送医院的时候，林阳不知道怎么和柳父吵起来了。 柳如烟还帮着林阳，将他父亲气得半死，又不管了。柳母心软一些，在柳父难看的脸色里拿了钱，带着柳如烟去医院。晚上我听妈妈说，柳如烟在医院里手术后，柳母和她讲，如果不回归家庭，她真的会再生一个。不要柳如烟了，她的身体已经调养好了，随时有可能怀上。林阳顿时炸了，骂柳母为老不尊，孙子都要有了，还生孩子。 说他们是担心被他吃绝户，所以才急着生一个去分财产。柳母气得要命，当场要柳如烟和林阳分手，不然他以后再也不管他。柳如烟依旧是那样，将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，说林阳是失去孩子，说话不经大脑，不是他本意，他是温柔体贴的好老公，都怪他没有保护好孩子。我听得笑死，对，就该这样，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。 柳如烟不是爱林阳爱的要整死我一家吗？现在林阳活着，他们就彻底锁死吧。林阳在柳如烟出院以后又开始蹦跶，他知道柳家有钱，哪里会甘心和柳如烟在外面过苦日子？三天两头带着柳如烟来闹事要钱，讥讽柳母这么大年纪了还要生小孩。大院儿里住着好多人家呢，被闹得都不安生，有了怨言，柳父干脆带着柳母搬走了。柳如烟、林阳在来闹的时候。 被告知父母搬走，和林阳两人傻了眼。第一十八章表白，很快迎来了暑假。想到方院说暑假回来一起练琴，我的心居然砰砰跳。他来找我的很突然，我知道他放假了，不知道他哪天回来。那天晚上，他突然就出现在了我面前，我愣了一下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方院的耳尖有点红，刚到家，先来看看你。他刚说完，我见他妈妈追在后面喊：“才回来。” 行李箱都没放稳，你跑什么？我问你吃红烧肉还是排骨？他妈妈看见了我，笑容热情了些。景森呀，还没吃饭呢吧？到我们家一起吃。我连忙摇头，不用了，我们家饭快好了。其实我们家没这么早，爸爸妈妈还在公司没回来呢。不过保姆阿姨有在准备了。方月往我家那里看了眼，叔叔阿姨回来了，我去和他们打声招呼。他说着便要往我家里进，我忙拦着他。 还没回来呢，那你们家没这么早开饭？去我家吃。方院抓住我的手，拉着往他家走。我的眸光落在两人牵在一起的手上，一时间忘了反应，直到被他牵回了家。怎么就牵了手，还一起到了他家呢？看到他妈妈那看女婿似的表情，我想找个地洞钻一钻。小时候的相片，你要看吗？方院问我。我满头问号。你小时候的哪有什么好看的？一起长大的。 她小时候什么模样，我清楚的很。方苑一直是个有些安静的女生，很文静，很乖那种。我的个性也比较冷，不会去找人说话，都是等着别人来找我。柳如烟经常来找，我便和柳如烟玩的多了，玩的熟悉了，我习惯性的也只找柳如烟了。方苑便彻底被我忽视掉。没想到她长大了，还挺热情的，挺主动一姑娘。我现在都没想明白，她怎么就在我爸妈那里将我定下了。 还理所当然的牵了我的手，方院的唇角微微一弯。是我们小时候的，我们有一起拍过照片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家里没有呀、啊。方院又牵起我的手，往他房间里走。我挣了挣，没能挣出来。不能牵吗？他认真的看着我问。我皱了皱眉头。我们虽然是邻居，还是一起长大的，但牵手这种事，我觉得还是需要更亲密一点的关系才可以。我们不是有了婚约吗？ 这样还不亲密吗？方院的眉头蹙得很紧，是要订个婚才可以。那让我们爸妈商量一下，先把婚定了。我瞪目结舌，开始还以为他开玩笑，结果发现他是认真的。方院那只是你和我爸妈那么一说，没有问过我呀。我们没有在谈恋爱。方院点点头，随后突然凑向我，轻笑。怎么突然还笑起来了，把我弄得莫名其妙。他说：“莫景森。” 你在怪我没有向你表白，是不是？我被噎住了。原来他什么都懂。虽然我是男生，但是他先聊的我，先聊的人不要先表白吗？这么吊着玩，很好玩吗？我冷冷的瞪他。哪知他又是一声轻笑，想取笑我似的。我用力抽出我的手，转身要离开，但方愿快速将我抓了回去，扯到他房间里，关上了门。你干什么？我皱紧了眉头质问。 第一十九章重要。方院靠得我很近，近得我低头便能嗅到他身上的香气。我很紧张，挺直了背脊贴在门上，不敢看他。忽视的方院问莫景森：“你觉得表白重要吗？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脑子里突然便想起前世柳如烟向我表白的场景来。重要吗？表白了以后，便开始了我的悲惨人生。我低头，愣愣的看着他。 方愿黑白分明的眼睛不眨不眨的望着我，用实际行动表达我的心意，用我们共同的理想规划我们的未来，并努力达成这个规划，不好吗？还是你不想和我一起走这条路？你已经失去一次梦想，还想再失去一次？我的心其实已经为他说的话在加速加跳动了，但我没有急着出声。他说的话又一次令我胡思乱想。方愿真是重生的吧？一次是巧合，又来一次便是事实了。 想到我那么悲惨的一世，可能被方院知晓，隐藏的悲伤与痛苦瞬间都爆发出来，眼泪刹那间弥漫在眼眶里。我用哽咽的声音，直白的问他：“方院，你是不是重生的、啊？”方院深深的看我一眼，没有回答，却温柔的将我搂进了怀里，像是安慰我一般，轻轻拍打着我的背。我的眼泪瞬间滚落，埋头在他脖梗里，努力压抑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，不想在他面前太过软弱。 我知道，我其实早对他动心了，我只是害怕，不敢承认。和我一起走我们未来的路，好不好？方愿温声问我，抱他紧了些。好。方愿有节奏的拍着我背，等我缓过劲来，他放开我，扬起脑袋，眼睛像是要看进我心里去，伸手抹去我眼角的泪渍，往前看，好吗？方愿，我本来想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，但喊了他的名字后。 我突然又觉得不重要了，像他没有回答我是不是重生，那些都不重要。如他所言，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要走的路。嗯，他哼个嗯字，我扬起嘴角问他，我们以前真有合照吗？当然有。方苑牵起我的手，走到他的书桌前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递给我。我以为相册里是他所有的相片，毕竟那么厚一本嘛。打开第一页，居然是我们才一岁不到的照片。 他坐着婴儿车，我扶着婴儿车，我的小手紧拽着他的手。方愿笑道：“你看，我才十个月就被牵你手了，非要算牵手也算得上。后面我们在一起的合照很多，一起学爬的，一起学走路的，还有你追我赶的，一起玩的。这些照片怎么我家没有呀？”我奇怪的问，一边朝后面翻，整整一本，全是我们小时候的合照，到小学时都还挺多。 不过最后一张只到初一，再后来我们便不怎么在一处玩了。我爸那时候迷上了摄影，拿我当模特，我们经常一起玩，他便一起拍，拍了很多，洗出来都放家里，没送你家去。方院这么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翻到我们初一那张合照，这张是方叔叔说给我们拍张照片，我还傻傻的摆了个剪刀手。方叔叔帮我拍的照片没给我，我后来还惦记过一段时间。方院笑。 他拍的多，洗出来便放那里，都是我妈在整理。他根本不记得。看着那些照片，我心里太复杂了。我和方院青梅竹马的记录太多了，我以前的记忆却只有柳如烟，完全将她忽视了。第二十章四七。方院的母亲来叫我们吃饭时，我们正打闹着玩。她抱怨我小时也不高呀，怎么现在长那么高，她才到我肩膀。我说分明是她长不高。她抬手便敲我。 被我抓住了手，然后门就推开了。这个样子很有种谈恋爱被父母抓包的感觉，我脸一红，迅速抽回了手。方阿姨也十分尴尬，我来叫你们吃饭，抱歉，以后我会敲门。对比我没母亲担心的那些，方阿姨作为一个女生的妈妈，对自己的女儿似乎放心得过分。我们就打闹着玩，我窘迫的解释，方愿一本正经附和我的话，对，闹着玩。 敲门也是必要的，谢谢妈妈。嗯，我会记得的。景森，出来吃饭吧，好多年没来阿姨家吃饭了，看看合不合胃口。是好多年没来了，这一提我记起来，小学的时候我晚饭时常在方院家里吃。那时我爸妈在创业初期，每天忙得好晚才回来，我不愿意在家里待着，都是和方院一起写作业，顺便在他家吃饭，甚至还睡在他家里过。 所以我们才有那么多的合照在。吃饭的时候，方阿姨一个劲儿的给我夹菜，还说要常来。她说很喜欢我。后来突然就不来家里了，她还失望了好一阵。不来方院家了，是因为柳如烟叫我去了她家。后来隐形不离的，我爸妈事业有成，也不再那么忙，我的重心便转移了。小孩子记不了那么多，有开心的事，注意力便被抓了过去。我感到很抱歉，阿姨。 对不起啊，方阿姨笑着给我夹排骨，以后常来就好。你和苑苑好好了的，阿姨比什么都开心。我回我点头保证，阿姨放心，我会对苑苑好的。方苑家离我家就两分钟路程的距离，吃完饭散着步便到了我家门口。刚出他家门，我便牵着他的手，这会儿还舍不得放开。你爸妈应该回来了，方暖说。他之前大胆的很，这会儿确定了关系。 他又害羞了，不好意思的冲我家里看了眼，将手从我手里扯出去。那你随我进去和他们打招呼。我笑着说：“要不还是改天吧。”方院支支吾吾的说。我轻笑，害羞了。方院耳尖微红，努努嘴，没有。我又牵了他的手回去。我俩反复如此闹着玩，结果被从屋里出来的妈妈给看见了。今天真是好日子，两边的妈妈都撞见了。 我妈的神色落在我们牵在一起的手上，愣了一下，随后笑道：“苑苑回来了，进来坐会儿。”我大大方方的拉着方苑进了家门。爸妈端来水果盘，和方苑聊了挺久，都很开心。等人走了，妈妈开始给我上课。上次见面你还对人家爱搭不理的，我打断他：“我没有爱搭不理。”妈妈瞪我一眼，是那么个意思，反正表现的不情愿似的。这人才回来，马上如胶似漆。 我警告你，上学期间不能弄个孩子出来。你看柳如烟，多耽误前程。老师提醒这个，原来他被柳如烟给吓到了。我脸红红的，瘪嘴。您儿子没那么不懂事。第二十一章等你。暑假我和方院每天一起练琴，不是他家吃饭就是我家，两家人对我们的事都乐观其成。很快开学了，我们的大学生涯很顺利，导师人非常好，他经常有演出，作为他学生的我。 专业水平被他认可后，也跟着方院一道，拥有了许多演出机会。渐渐的，我和方院成了学校里公认的金童玉女。我们毕业那年，都有机会前往莫斯科音乐学院继续深造。但导师这边要做一个国内巡回演出，他找我做助手。导师对我们的帮助相当大，我不能拒绝，只能让方院一个人先去。分别前一天晚上，我心里不舍得，但强忍着。 方愿是赖在我怀里不愿意出去，心爱的女人在怀，我是有些憋不住了。愿愿，我们先结婚好不好？方愿看着我漆黑的眼眸，咯咯直笑。我懊恼不已，还笑。她睫毛垂下来，羞涩的说：“其实可以避孕的，又没要你憋住。”我搂在她腰上的手微紧，喉结滚动着，拼命隐忍。如此一阵平复后，我才沙哑的说：“没套。”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来，我眸光一凝，眼睛都红了。第二天他腰酸的厉害，差点起不来床。我是搂他比昨晚还紧，不想起床，我要赶飞机，得走了。他催我，我埋头在他脖子里深吸一口气，幸好以前憋着，不然我肯定没心思练琴。方月脸上红的厉害，按着小腰，我帮他揉了揉。记得想我，嗯，你很想结婚吗？他问我，我点头。 你不想？方愿扑进我怀里，很想，但是让你想，我就高兴。是我先追的你，求婚的你来吧，是这么个道理。那等你放假回来后，我向你求婚。好呀，方愿笑着亲了我一下。我亲自送他去的机场，回来后准备回一趟家，没想到刚回到家门口，便遇到了柳如烟和林阳。柳如烟手里抱着一个孩子，看起来一岁多。 他也才二十岁，脸上都开始有了沧桑感。林阳则是打扮的很是潮流，染了黄色，还戴个耳钉，衬衫皮裤，看起来不像正经小伙，比高中时衣冠楚楚的样子差远了。我看他们一眼，打算当作没看见，收回眸光，径直走向我家。刚走没两步，林阳叫我。莫景森看见老情人了，招呼都不打一个，这人脑子还是有病。我不想理他。 脚步都没停的，柳如烟居然也出了声。听说你和方苑在一起了，那个在我身后当小跟班都被我嫌弃的丑丫头，你也能看得上？莫景森，即便受伤也别不长眼睛乱找。我的火气憋不住，转身对他冷笑。你看不上方苑，可实际上你连方院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柳如烟盯着我，眼神阴郁暗沉。不就是读多一点书？本就是个呆子，读那么多书。 只会更呆，也配合我比。我哈了一声，是啊，我们读书的比不了你，你会生孩子呢，多生几个啊，比书呆子好。说完，我不理他们，推开家里门进去了。关门时，我看到柳如烟气得往我家这边走了两步，腿好像有点跛。第二十二章陷害，听妈妈说才得知柳如烟的腿还真跛了，好像说和几个女人打架挺激烈，柳如烟的腿受了伤，治不好了。 这边柳家的房子一直空着，柳如烟撬了门，带着孩子一直住这里。柳家不晓得是不是知道这事，还是默认给他们住了。听说柳母去年怀上二胎，现在已经生了，还真是个儿子。我在家里待不了几天，方院走了，这一年我都得随着导师到处飞。我和方院金童玉女的捆绑，获得了同样多的关注度。我们水平也相差不多，导师选谁都没有关系。据他说，他是抓阄的。 抓到了我的名字，在我空闲的时间里和方院的联系很密集，他偷着空给我发信息。其实我变得更粘人些，总在和他发，也偷着空回。我在外散步，一边和他聊天，回完信息，我有些好笑，因为我在盘算什么时候在离他离一点地方演出去看他，他也想回来看我。然后我们一合计，发现才分开了不到一周。方院震惊，居然才不到一周，他说后悔了。 不应该选择继续深造。我按额头，回，我也后悔了。你应该继续让我憋住。他给我发来一串省略号。前方突然传来车子刺耳的喇叭声，我抬头一看，瞳孔猛地一缩。我是要过马路，站在路边，一个小孩子突然从我身边窜出来，直扑疾驰的车子。我耳边还伴着尖锐的叫喊声：“莫景森，你怎么能推我儿子？”我没反应过来，那叫声什么意思？ 看到那小孩就要撞到车子，条件反射的我都不知道我还能那么快，伸手便将小孩给扯了回来。车子擦着小孩的腿开过，只是破了皮。我心一阵猛跳，后知后觉的瞪向查看小孩伤势的羚羊：“你用你孩子的命来陷害我，到底是他孩子的命不重要，还是对我的恨重到大过他孩子的命？我又有哪里惹过他？每次都是他和我过不去。”羚羊当然不会承认。 他坚持说是我对柳如烟因爱生恨，想报复他儿子。我无语透顶，打了报警电话。小孩受了伤，要先送到医院。林阳叫嚣要做全身检查，被撞到了的，说不定有内伤。柳如烟这时候也来了，一身的灰。据说他在一个小工厂里做临时工，赚点小钱养儿子和林阳。检测结果很正常，只是有点擦伤。不过出来了一项附加结果。 小孩血型是 O 型，而柳如烟和林阳一个 A 一个 B，他们生不出 O 型血的孩子来。柳如烟捏着那张血型报告，眼眶泛红的瞪着林阳问：“孩子是谁的？我生的孩子呢？”林阳神情有些心虚，但吼回去声音很大：“你生那个死了，反正这个也是我儿子，不是一样养吗？谁叫你没用，自己爸妈的钱要不到，我得去赚钱养你吧。他们给我钱。” 生了孩子还送我，我体谅你死了孩子，怕你伤心，给你养，你还生气。这场陷害最终变成一场闹剧。司机的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拍到我站在路边，根本没动作。小孩是从我身后突然窜出来的，但也没拍到他是被推的，还是自己窜出来的，太小，话都说不明白。事情就那么不了了之。第二十三章圆满。半年以后，听我妈说。 林阳和柳如烟老是吵架，有时候半夜还吵，小孩哭得要命，都没人管。后来过不久，听说林阳带孩子走了，说是将孩子送了人，带回一笔钱，和柳如烟又和和美美过起日子来。林阳那性格，能安分过得了几天日子？我才不信他们能和和美美。我和老师结束巡演后，方愿回来了，他回来嫁我的，两家人都盼着这一天，就没什么好说的，姐。 我们领了证，两家人共同操办了婚礼。方院请假回来的都没几天时间，而且我也成功申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名额，我们又成了校友。不过这次还是夫妻。方院先去一年，他该先毕业的，但我的演出经验更丰富，跟着导师的一年，专业课也没落下，所以我提前毕业。我们每天忙着各种演出，从摸索、四处碰壁，到在业界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，花了两年时间。 后来我们越来越顺利，知名度也开始提高，还拿到许多奖项。回国后接到的邀请函一大堆，我和方院有一场我们市里的演出，在家里休息一天便赶过去。举办方很重视这次活动，给我们的宣传海报贴的到处都是。演出很成功，台下掌声阵阵。我已经习惯掌声，但心里还是很开心。这是我前世梦寐以求的生活，终于我做到了。 活动结束，我和方院手牵手散步，在经过一家会所的时候，见到门口躺着一个衣衫凌乱、浑身是伤的人。我们脚步一顿，都认出了他，是柳如烟。柳如烟看着我和方院，眼眸中第一次涌现了后悔这种情绪。莫景森、林阳，他死了。我抬眸看了眼黑马会所，这是没有我的干预，他终究还是死在了会所吗？柳如烟见我抬眸的动作。 眼神黯然，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了你，害得你们一家人那么惨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有那样璀璨的人生。莫景森，你是重生的吧？所以这次你才不管我，冷眼看着我的恋爱脑发作，得到这样凄惨的下场。我震惊的看他，你也回来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柳如烟苦笑，眼角有泪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因为林阳被人拉进包间，吵闹着想要救他出来。 却被保镖打的时候，听着林阳的惨叫声渐渐消失，我才便被丢出来。林阳会死，是因为他聊起了一对混黑的母女，因他起矛盾。想起来真好笑，我竟然认为有我在，他身边便不会有其他女人。我曾经最恨你干预我，没想到没有你的干预，我的人生可以如此窝囊。呵，他终于知道错了，心里有点爽。方月拉紧我的手，对柳如烟道：“你是错的离谱。” 但不要紧了，今生我们很幸福。柳如烟看向方院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方院似的。你也回来的吧？前世景森死了，你才蹦出来找我闹。事业上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钢琴家，远没有如今的风光。还早早去抓紧了莫景森。方院抿了抿唇，拽我的手更紧了些。原来我死后，他还去找柳如烟闹过。上辈子他便喜欢我嘛？那束向日葵，他说花语是…… 重逢和期待的爱，原来是几重意思？难怪他热情主动来追我。我看着方院，眼睛弯了起来，心里的阴影一点点全部褪去。以后没有前世，只有今生。柳如烟看起来越来越虚弱，已经出气多，进气少了。我帮他打了个急救电话，他的伤看起来很重，躺那里动都动不了。看着救护车远去，我将方院揽进怀里。 方院说：“老公，我们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？结婚都快五年了，家里父母催得很，特别是我爸妈，老在懊恼以前不该警告我。”我抱起方院便走，抱我干嘛了？放我下来，好多人呢、啊。他拍我，我不依，我走得快，回去生孩子。全文完。